沪治安沪治所300。李靖，翼王殿下。九公主。翼王殿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从弘文馆出来，准备出宫，路过这里。弘文馆不是在那边吗？啊。以后我可能不会经常来宫里了。哦，以后我们确实很难见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等一下。这个孔明锁太复杂了，我怎么都拆不开，还是还给你吧，我不喜欢这些复杂的把戏。这东宫里的把戏就如同这孔明锁一般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复杂。这前路如何，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千万不能轻易相信别人，明白吗？那也不可以相信你吗？拜见皇后娘娘，起来吧。我正想招人去换你，没想到你倒过来了。这是送给我的吗？嗯，原来您也有啊。真是巧了，这也是你们西周国使臣送来的贺礼，轻巧又暖和，只是这红色艳了些。你这黑色倒是纯正，正合我意。您喜欢就好。那个，西周使臣的贺礼？嗯，什么贺礼啊？当然是和太子大婚的贺礼了。太子不是已经被废了吗？小风，你是我们李朝的太子妃，你要嫁的是我们李朝的太子。成业是被废了，但是我们李朝还会有下一任太子。那下一任太子是谁啊？不管下一任太子是谁，你都是我们李朝唯一的太子妃，你只需要安心待嫁即可。我就想回家，我哪里也不想去。米罗，米罗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跟那件狐狸砍肩似的。
一会儿被送过来，一会儿又被送过去。送过来，送过去。你之前说过，你最疼小峰了。我想回家。